从宽计算好了，加五公分好了，218，218除以164是1.3，70到79。啊，那不就是我那个阿嬷的那个年龄吗？对对，为什么会造成最后呢？需要别人照顾？做个比喻，给你一台很高级的车子，配备都非常完备，但是就是引擎跟轮子不好。哇，我就没有时间啊，家里都做不完。这怎么办呢？只能提醒他们说，求求你一定要休息，不然老公坐在家里电视看翻报纸，这样不行啊，你要请他。